Hello， 大家，我是佩儿，解释三国志这一季真的太精彩了，比前五季精彩了不止100倍，好吗？有非常多的瓜吐槽，这个我们之后就是来细细讲，真的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说来看了。好，我们讲一下无双联动的部分，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最近都是在主打这个无双武将。超P，无双超P真的是帅哥，终于不是那个四五十岁的老头了。终于就是看到跑马的时候，是无双超P会很开心。就是进入活动，现在只有剩下7个小时了，所以大家要抽的话，赶快抽。我觉得这次抽卡的几率真的是高太多了。就比什么 SP 关羽，哇，那个真的是难抽到一个爆炸，那几率不止调了，只调了50倍吧，就是随便一抽都可以抽到无双，我是那么觉得啊，因为你一定要抽到至少一只才可以去解那个，他有那个就是武将的活动。如果你没有抽的话，就等于说你跟活动无缘，但是可以玩这个，你要来玩的是降战绩，好，前往品鉴。第二，我们现在来解的是第三个，叫官渡之战。好，前往品鉴。建安五年，袁绍为最大的势力。曹丕随着曹军欲粉碎袁绍之谋。哇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我好像还没有解过。武将、预备兵跟战法，我们先选武将。然后这边可以每个选项可以换一次。SP 国家，蛮宠。把蛮宠换掉吗？许褚，我的天，那我还是选贾诩好了。这边来做个队伍配置，曹丕、贾诩，然后他这边会有预备的技能，就先放上去。我稍微爬了一下攻略，就是说曹丕随便一个，因为他的武力跟智力我觉得都不错，主要是智力啦，大家比较会玩的应该是玩他的智力。然后一定是绑定士别三日，就是法师的角色去增加生存的那个生存性，这样。还有这样预备兵跟战法，我们先来一个战法包，随便走。草船借箭，这一定是要的吧？给贾诩草船。然后武将、预备兵、战法，看一下哦。我这边随便走，走错就算。刮骨疗毒 ，OK。再给他带上去，这对就非常薄。那草上走哪里的感觉是一样的。随便走，挑战就没问题的，轻轻松松。好，我们又可以选了，曹仁换掉乐，当然是刘烨，差点又念错名字。好，我们继续抽战法包，夺魂，那一定是夺魂。夺魂的话，看看呢，好像都可以耶。好像都是偷取，那再让他偷更多。哎，等一下，我按出来了。继续品鉴。看一下这个，这个我们打得赢啦 ！Go go go！ 啊，因为他是枪。打平了，继续挑战。挑战也会花到军饷，如果军饷没的话，这个游戏这个就要重新开始。
那我们可以再选一次战法，伏击居民竭力组。看一下我队伍到底是在配什么，是这边来个竭力组，增加攻击。这些都是平常有些碰不太到的战法，就是高级战法。预备兵，再拿一次预备兵，这一定打爆了。OK， 刚好清空，然后去打首领，这个可以过的啦。好，打平了。对啊，打平也是优品，没事的。然后就完成挑战，成功过关，增加了60个玉佩。招募令，哦，现在是100，所以我要先换出这个。前面有那个这个联动的招募令，还有5次可以抽，就蛮划算的吧。就是因为它20抽必定出一只无双，所以就是剩下的14抽。我觉得还是算蛮能够平平看，就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有一只无双角色才可以解千锤百炼或是如果你没有把他之前送的官品给拆掉，或是应该不是拆掉，就是把它拿去丢典藏消失掉的话，还是可以解。好，我们要解，现在要解这个骁勇无双，这个后面又开启的一个对，然后现在只要无双开头的角色都可以有这些不错的，就是跟那个 SP 关系，就每个新赛季的角色都会有个福利这样，只是它只剩下7小时，所以大家加紧赶快练一练。因为我就是我前面几天的资源真的是很不够，然后现在又有那个匪要一直翻我的地，所以现在资源跟城都不够养这个队伍，就比较可惜。我们今天要打的是工兵、麒麟弓、曹操、陆逊枪。朱兰是一定要上的啊，但其实这一队我比较。这个我其实比较不会配，兵刃伤害，所以他要玩兵刃就对了。好的，在刚刚思考期间又有人打过来了，觉得没办法，这个太红了，我有点难对付。其他没有那么红，但是也是高红的匪，我搞不好可以打，但这个稍微有点难。不过我兵都清掉了，等一下再把资源捐一捐。不知道这打不打得赢我这么白的麒麟弓，真的可怜。白了，好，把兵拿掉。这个我89还是没有升满哦，我记得8没有升到5级，但是9有，所以大家记得，真的耐久度什么都还好，89一定要升满，你升满真的有办法跟满红的有一抗旨。哇哦，盘虫打这么多，这个10000多兵你就把它想成是那个叫什么突击队伍、碰瓷队伍。不是啊，他这么高红，然后还下匪，我这匪的故事又可以再讲一篇了，大家请好好的期待一下。好，我等一下要来解那个刚刚说的武将调配。好的，刚刚我试了大概20次，然后不同只是账号，就是我先测试小号，然
好，现在来主号这边，终于测出来了，终于测出来队伍是什么。朱兰一定是主将，因为他的自带战法关系。然后呢，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用就是吕蒙跟诸葛恪，然后怎样都试不成功，我们决定后面我就觉得说，陆逊是一定要放上来的，因为他是主要的攻击手，就是、他那个大火放上去要烧这一堆藤甲跟打他自己。 okay, 那我们现在第三位就只缺了就是辅助的角色这样子，因为我原本就是觉得说应该都会是诸葛恪去保护，对。不过呢，后面我看到了太史慈有来个当风吹绝，跟折冲，没意外就是他啦。好，再试一次，看，马上就有了100金珠。今天的解答。